今日吼，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这个会长吼，刘世坚，还有副会长啊，廖炳良，这个前高雄分会的这个会长吼，江总吼，啊，甲我创会会长私信吼，特别迄个你提麦吼来祝福伊会当高雄统帅。高雄市长吼，阮认为伊是优秀的市长吼。我伫起码还是学生的时代，就认捌伊啊。迄阵伊是一个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改革吼、社会改造的少年。后来伊从事这个政治工作，伫过去诶，即个几啊年内底吼，我们拢观察伊诶即个长大吼，伊对台湾诶即个国防的吼，参谋吼，非常热心吼，想讲为着要推动即个翻译诶运动吼，阮伫1996年诶时阵，就是。请我过来，一定在地发生十冬以后的迄年，阮社会去乌克兰、甲白俄罗斯，去参观迄个发生在地的这个电厂，以及受害的这个儿童，甲因的父母，亲身见证了。个人的这个灾难啊，此外，伊也是对环保真关心啊。伫早年吼，咱高雄地区洪灾事件真济，迄个时代里底，环保联盟有伫高雄遮先有高雄分会，啊，起码对分会运作大力来支持。并且，伊当年以来，对环保联盟的活动，非常的帮忙。我相信，伊是一个对环保非常重视，并且有主张的。那么，除了对民间团体的关注以外，伊伫行政部门。甲立法部门吼，也有足侪重要职位吼，会使讲伫这方面的历练吼，非常的丰富吼。整体来讲吼，伊是一个为人谦和做事认真，表现优异的政治人物吼。以迄个立委的职位来看，伊连续三年吼，伫迄个。公民监督国会联盟，变变为一个优秀立委吼，连续11届吼，11届吼是优秀立委，所以这当看出来讲吼，伊个优秀的程度吼，我相信伊个历练吼，甲伊一向的这个表现吼，伊也有机会做咱个市长。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个人市长，谢谢。我是环保联盟会长黄志坚，今仔日特别来高雄支持安吉麦候选人立委。高雄是一个真有发展的工业都市，有海港，有工业区。有即个足好的都市规划，伫目前所在，高雄虽然工业长期的污染，有所影响即个空气，不过所在已经在伫改善中，譬如讲有高屏地区空气污染总量的管制，即个计划
啊，已经做两年外，伫继续伫滴。咱也知影有一寡，比如讲，后面工业区啊，伫搬迁还是转型。阮真期待高雄，国未来发展做一个，较清气的这个工业产业这个都市，而且呢，对这个智慧产业的发展做积极的这个发展中心，做一个环保团体，阮是期待高雄，只要即久的这个改善，佮继续拍拼落，支持咱台湾的位，连做一个真好的市长，必须阮做期待做信心。另外一个向高雄市民的呼吁，就是讲，伫这边的公道，当时也有一个第十六号的公道，讲要支持核电厂的运营。我想，咱做一个市民，尤其高雄地区，咱真靠近核三、核三核电厂，就是恒春这个核电厂，咱真爱讲。这个非核家园哦，迎来达成，所以请大家伫这个第十六号的这个公投选票，爱投无同意，无同意哦，来算无同意，安尼咱来共同做一个更加好的非核家园。在很多咱徐教授咧讲，基迈不只是一个真优秀的这个领域。而且伊甲中央的关系是相当的好，所以咱相信，基迈来做咱高雄市的市长，一定是一个真优秀，而且管道真好，一定会配合着中央来建设着咱高雄的未来。所以希望各位高雄市民大力支持二号陈基迈，拜托拜托。各位咱高雄的乡亲，大家好啊，我叫江中华吼，我。捌基迈已经二十外冬啊，吼、哦！从当期阮伫迄个九如罗汉寺园开始成立啊，高雄市即个环保人民开始啊，伊就互阮正大个帮衬啊。基迈长期来拢伫在地咧经营，伊毋是所谓啥物北漂个啥物漂，伊一直拢伫在地啊。对中央个政府个所有个政策，伊嘛是非常个专业。咱要选市长是爱选一个专业。对当地有了解的人，咱不是讲要选一个维护咱哦，讲啥物话都拢无啊大行实行的人，咱人民爱有一个智慧，基迈有这个心啊，我帮你讲句啊，咱爱从咱高雄人啊，伫在地经营这种的精神继续落来，咱袂使让外跑的人来遮，从过去旧的势力过来恢复过，咱拜托，咱的。上面吼，集中咱的选票，这边一定爱支持二号陈其迈，多谢。好，其迈，动出来！其迈，动出来！其迈，动出来！